接着继续玩吧。然后昨天就是只有自己练了一下，为了尽量不要就是跟昨天的内容差太多，我只有大概点了这个生命吧，然后还有攻击力，还有增加护甲，还有负重，然后这个是为了加速收集黄金，我有点到四点，还有些特质会增强它的这个黄金收益，那其他我就跟昨天没有碰的。然后，然后因为角色你一直使用会有这个经验值会练嘛，然后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到一些就是加成。那其实，变成说如果你想要角色强，就要练每只角色几乎都要练吧。那但是最重要的要练的大概就是骑士或武神吧。因为这两个会增加那个装备重量，就是它这个是不用花钱，就是你点了就练等级就这样会提升这样。所以其实后来想了一下，这个真的是练这两个职业是比较，比较对你的战斗有帮助。像其他都是加能力的爬树，那个成长幅度比较慢。那基本上我就没有再解锁什么东西了。这个样。终于可以了，看看，可以开始买装备了。是，因为我大部分为了这个，就是比较差异太大，我基本上都没有买，我大概只有在点能力吧。哦，所以这个装备我就依照就是换最强的线这样就好。是，换这个有加能力的。哦，红，红，然后这个是，这个比较烂一点，这个智力比较多，这个，然后因为还有钱嘛，刚刚本来，因为它这个跟一代的概念一样，就是你点越多，其他也会钱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是连带关系，所以我基本上现在没有两三千是没办法点的。可以开始挑战这个那个什么第二关的王。第二关能力有点就是。在那个推进上，这个是比较轻松一点。直冲，而且那个第二关的收集金钱效益真的，就是这个场景，真的是有够难收集的，我觉得。就是相比第三关吧，那个差异还真的蛮大的。其实他每个角色都有他的用途，就是但是主要还是看那个搭到的能力。因为其实这个刺客也不错用。但是要看他获得的效果。危险。然后这个宝箱我就不拿了，因为我觉得要收集钱阵去第三关比较快，这边就全力冲。下面竟然是这个，然后被射到啊！速冲，因为第二只网
我基本上里面还没练到的地方。靠，这 boss， 两层，他那个两圈，这只这血量有点少，会有那个 boss 在保护的。要全力冲！死路一条！哇塞！哦，这个地形遇到那个保护的那种是，这比较麻烦。因为你要绕蛮远，他帮我打到他。哦，追踪。哎，啊，被打到。哇，这个血掉的有点多。又一个保护的，哇，这一场也太多保护了吧？那应该到终点有点难，因为我习惯比较推的大概就是那个吧，初四吧，还有就是没有一下打死真的是比较辛苦了。现在重点是他这个能力，那个魔法能力是那个火球，难上加难。这样也重啊，换一只好了，这只真的是。可以点，点错了，刚刚没唱。那有些角色还是比较强势，恢复。但是有些职业它会有特殊变化，就是我好像自己玩的时候。也有骰过一些特殊能力，然后那个能力还蛮强，就是要看了。这一只是那个雾罩，雾。哎，危险！有中箭。断跳可以强制干破，这一支大概唯一的优点就是正前方嘛，如果没有变异的话，就是没有特殊技能的打法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二段跳之后真的变得很简单，因为有些地形可以用硬凹的方式凹上去。书本这边我应该都读完了吧？那这边只有四张。
先骗他，但是这个地形啊，如果遇到这个骷髅啊，真的是全放围掉，但是蛮麻烦的。懂。还有两张地图，没跳，算了。我后面还在射，就被他打中。剩一半的血。应该可以，他们有就是末世的样子。对，对，太准了啦，就这样让我掉下来。差点刚刚失职，要掉进海里。这位置真的有点尴尬。放哪？过去了。危险，290，有点危机。应该快到了才对。当然就想说那边会不会是很懂，到了，好算好了，那挑战打完了，没有，我改用键盘的，不是没有改用键盘啊，就是用键盘，我把那个按键调整，这个也是习惯改的，就是它原本跳的是用 Shift 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因为我的小拇指没有习惯在按，所以它的反射神经比较偏弱，可是我的大拇指按空白键是常惯，就是比较习惯嘛，所以后来我把那个跳的就是那个 shift 那按钮改成 C 键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就是用大拇指去按，就是那个跳跟就正常的跳跟那个踩的那个键，这样切换就比较方便。这个其实要看习性，后来想了一下，把它改成 C 好像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很近，然后连起来就比较方便，就是反正就这样比较顺。来了！哇，两只，硬戳啊！这就是
用硬 A 的方式。啊，后面，硬 A 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变强，完全不用任何技术的战斗。因为毕竟这游戏至少还是有提供这种方法，硬练，就是多练一点就可以比较轻松。没有任何技术，真的没有任何技术。我大概知道他要怎么闪啊，就是他丢大骨头的时候，你要算那个回旋的位置，然后去躲在那个他有一个平的时候吧，然后再抓他丢骨头的那个时机，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了，但是反正我都已经这么努力的练了，硬 A 一下也是 OK 的吧。又来了，都已经过自己的巅峰时期了，因为不可能打败那些野兽。他说谢谢你，就这样。那往前走，这个先等一下吧。然后先回这个一开始的地方，因为它有一个往上的地方呢，也可以就是花钱，就是祭点，就是直接传送的那个点，所以我要顺便去祭一下。这我自己在刷钱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它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可以，入口都可以就是祭传送，所以我现在有钱，就我顺便去开一下。那他这一代比较麻烦的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他多了一个要重复一直在那踩跳的功能，所以我会不习惯。为什么那个？就是我想一想，因为平常很多动作游戏，这个要一直按那个，就是切换这个踩的功能吧，我真的蛮少遇到的，玩的不多吧，所以。他当初的那个配置我真的超不喜欢，然后后来研究老半天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之后，总算找到正确的按钮，这真的蛮有差的，就是因为不习惯按的人就是不习惯的。现在是要往上，应该是这。那这个他的一些招式是要透过解锁后来的那个功能才会增加，比如说二段跳，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啊，这个可以花钱，还有一些就是额外永久能力的、啊。之前我不知道玩过哪一款动作游戏啊，也是这样的设计。那时候我就对那个超级觉得蛮反感的。因为他的前面呢，他把所有什么二段跳啊，一些变就是跳冲刺啊，然后都把它就是，他都把它就是设计在快破关的时候好像才获得，然后之前的所有的关卡那种，他的就是更死，他很多那种要跳的方式啊，都很硬派，就是。然后站在点的位置，然后就是要按正确的地方才有办法过去，所以那时候玩那款玩的超辛苦。然后等到快破关，他才把这个能力给我，然后我就很纳闷，我快破关才给我，那我要享受这个感觉。基本上他会后来才给你，是因为有一些前面的收集要素要靠这个他爸拿。但是从此之后，我就对这个设计非常反感，因为我觉得该怎么讲？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一直花时间去收集概念，结果你后来才把这种便利的功能给我，等于其实有一种好菜还要等到这么后面才享受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我就突然对那种设计心理真的是有点堵拦到。嗯，这个不错。但这个还好，这个还中途就可以拿到，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让我想起曾经有一款游戏，让我觉得就是动作类型那种蛮烦躁的这种概念。哇，快死了！我刚哦，这很够痛。啊，反正过了，等下就可以换另外一个。不、哦，另外一只吧。嗯，他只是一直使用，他会有这个经验。这个真的是目前我觉得，大概这个真的蛮强厨师的，但是，应该真的是新手适用。然后我这边的点法会先把一些没有点的先点一点。枪手，哦，枪手好用啊，太坑好了。枪手的什么？哦，这是炸弹超人吧？为什么他的子弹还要装填呢？你知道吗？你真的要装填？枪手好像比很不错用，但是除了装填是问号之外，好了，我现在开始挑战第三只 BOSS 了。第三只。这个的设计感觉还蛮不赖的，可以这样直接。啊，嗯，啊算了，不强求。是，我的士兵是好人，他们只能力，他们只害怕，只害怕，他们一生都在训练，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全部抛诸。然后到时候我会尽力把守卫拉开战斗，但我不能全部移动。岛上有打斗，伤亡将不可避免。可以帮助你训练召集的任何反抗者，给他们一个战斗机会，但是我有条件，不会去战斗，我会训练村民，但我不能把剑对着自己人。如果我们输了，你必须解散反抗者，没人能毫发无伤的离开这个战争。但艾斯爵会善待投降者，我可以保证，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最后你也不能参加战斗，你死了对反抗者毫无用处，而且这样我才能确保你的安全。记住，所有伟大的将军都是老死的，这可不是你想要的，但这是我的条件，希望你接受这种安排。对，不在。一直被那个当地给骗到，哎、欸，这个枪手用起来倒是蛮不错的，至少蛮无脑的。但是大概缺点就是射程蛮短的，好像大概只能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距离。都还是重，因为我已经自己先努力刷过，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直接先冲为主吧。啊，我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它是子弹型，就是没有范围型，所以在打掉子，它没办法打掉子弹。因为有些职业的特性是可以把子弹给就是摧毁。然后
范围攻击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在意这个那个投射物的准确度，因为大部分在做的就是直接就是硬 A 把它砍掉就好。力量刺，这个好像是让它可以暴击吧？哎、欸。哦，把力量刺五也是这个意思啊、哦！我的枪变成弓了，不然好像落掉一样。那就用弓吧。哦，狗，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刷的时候，弓真的蛮好用，慢慢就是前进，然后因为伤害起来之后的那个攻击，基本上都是一下就死。特别，对，其实弓算是慢慢推的那个很不错用的。慢慢推，呜！但要找那个网点。哎呀，这也是都射一射就掉下去。这个好像可以跨越二段跳就可以直接上来了，云南，但是这个好像是特殊道具吧，不知道用途在干嘛，对不在这，有错误了。这边的上面我看一下，看一下。那其实可以，就算你破关之后，也是一直重复啊，挑战自己的就是极限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的概念都很单纯，通关就好了。因为它这个刷起来真的是可以让你刷到天昏地暗，不死烂。对，买下來如果你有那个希望这种类型，买下來是蛮划算的啦。如果你很 M 的话。埋树藏着黑根，就是一直重复的玩。毒炸弹，哎、欸，这个好了。哎、欸，等一下，生命值，但可以看得出什么？这个好了。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哎、欸，看能不能埋伏。如果想找一个动作游戏一直重复刷的话，这个是蛮 OK 的啦。换那个什么最终暴击乘数嘛，就是买它算是划算，可以玩很久。而且如果你不讨厌这种模式的话，可是如果是抱持的那种想说试看看的心态，我是觉得要考虑好了。因为毕竟它是，因为毕竟它就是你不浓就不强，这太就是一个数字加这样渐渐的概念。即使就是除非你有一个这个敏捷的手速跟这个很一般的眼睛，可以瞬间反应，跟瞬间就是反应过来，不然通常还是抵不过这个。比较浓的一件事。我觉得不喜欢玩动作游戏的讲的那个推荐值是最高的，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喜欢玩动作游戏，然后他就把一个游戏说得很好，然后那时候我就买了，那我就后悔，因为他的规格跟我的规格不一样，
就像是机体的概念。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再信任他讲的那种动作游戏的推荐度，就是因为有些游戏是就像是开机体的感觉，就算你有那个超强的机体，可是你没有新人类的能力的话，其实玩起来是很弱。然后我后来就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从此真的他任何推荐我都不再相信。哎，第一次听说不错，但是就是要一直重复刷。我有买啊，然后是可以玩。他那个其实是看个搭配，因为那个运气成分很重，就是要看你抽到哪个神跟如何搭配这样。然后最后 BOSS 要靠那个。真的要靠你的记那个王的招式，然后怎么闪避，这样就会比较容易过关。这个黑帝士也可以买，但是他要我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三观制吧，就是那种重复一直刷，刷久还是会腻，这是我对他的评价。新鲜总是一开始的，但是久了之后就是都是固定的。那几个关卡在跑，你会觉得八九就会腻。然后长线是可以玩，但是就是会有腻的感觉，除非你真的是那种动作型的爱手。所以它的推荐度大概是一半一半嘛，没有到很差，但是也没有到说很想推给人家玩的，就是看个人的感受。黑帝士在那个还没正式版我就买了。它的浓性也很大，然后我后来没有玩完的，我是有破啊，但是没有把它玩完，是因为太多要重复刷，然后还要特定的地点，有些要素啊，要遇到那个，就是要去找。它反正就是一个我大概只是推一半的游戏，就是动作类的。有些是不错玩，但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手速的实力。毕竟和如果你不是那种有些要求很高的话，你硬玩还是会玩得很痛苦。那个留言有50个人，假设有50个评价，里面大概有 98% 都是会玩动作好手游的，然后里面只有唯一一个人有的评言是鼓手，然后那个人通常都是给负评，然后就会被那个骗了，就说怎么大家都给好评，就自己玩跟我想象中不一样。觉得动作游戏最常的陷阱都在这。奇怪，那个 BOSS 的位置到底在哪？老半天。今天这个 Steam 早上有发生那个异常，我自己也吓到，就是那个什么，好像游戏没办法，就是购买没办法正常显示，好像说你地区不对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有在说，是不是被换成某一个地区的概念这样。但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他把那个，如果真的被换了，那我那个我设定在哪个地区的那个国旗应该就会不见了。所以我那时候用这个判别就知道了。就是我是用这种方式在辨认。这才是找不到。后面这是这超保护色那个精灵，因为他那个雾。在哪里啊？又输。亲爱的力，我知道你一定很难决定，但感谢你的同意。我什么时候开始？就这样。果然陷阱。
伤害不够，我伤害不够，可以就是直接那个。哦，我刚刚有买一个小游戏，然后这个游戏，说到这个国旗，还是蛮有种的。再怀疑，等到时候玩就知道了。那时候在测试开了一下，然后想说我靠，这也是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会敢这样直接秀出来，真的是蛮有想法的。这是死路啊，超帅！怪我，他现在那个王的位置我都走偏了啊，所以卡在这个哦。哦，打了老半天都锤了。要死！王，我看看哦，王要怎么走啊？往下上好了。哎，原来我还对哦，我忘了，忘记我有这一招，那一只刀手。要死！对，我错路了。应该是这吧？不可，也不是，奇怪，王到底在哪里啊？到底漏了哪一个还没找到啊？意思了，还有一个，然后怎么找了老半天弄的，原来是在另外一个位置。我觉得这第三区真的很好练，就是赚钱。那个打怪一直50/50的掉，如果你还有金币加成的话，倍率更高，就是 PP 值很高。因为如果你算50好了，你抽到一个那个六，因为我有点高那个加成，我现在在75%吧，那就是一次就掉17块，所以你乘5的话就多了30。我自己在刷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到了。住这，他不见任何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离开温室了。你应该停止浪费时间，除非你有贡品，否则，拿马艾斯绝不会开门。你要两个啊？两个铃兰哦，这种花不好找，但不能收成。所以本来是要强迫你啊，有人在这。这是有藏东西啊，我是知道他有收集要素，就那个什么伤痕吧，伤痕好像就是那个，好像是增加强化上限。不对，不是这个问号下面。是这个吧？真的，没成功啊！这样没事，好了，这样还可以打吗？可以吧，大概等一下王会再补我大概200多滴，反正第一次是为了用来开门，对，所以还行。他知道怎么开啊，这样通往红座目前关闭着。我们有两株哦，我看看哦，
珠，还真的没有哇，两珠，那就顺着走这。真85滴哦，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血量。走错路了，撞上来，是在右边才对。右边好像也到达不了，看看边呢？这个有，哎呦，这个我想一下怎么过。那这样就是，这个二段跳真的就很好拿。所以我先往左边。不做。Open。先熟悉怎么打哦。倒地。你的提议被接受了，琳琅被拿走了，你的祭品化。受到净化了。现在大门会由我们向你开启。一朵花。拿嘛，艾斯爵。你谁啊？这是东西。啊哟，这什么鬼？哦呦！哦呦！这是什么鬼？哦，我懂了，但是，原来那个是可以拆的。啊！好短呐！这种鬼，第一次只能练到。攻击好慢，耶！真的快吃啊！就是还蛮吃那个空中回避能力。第二阶段，第二个球怎么用的？真的吗？哇塞，哇塞！哇，这个有点麻烦。因为你要算那个时间点。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但是这次伤害真的太慢了，因为他的那个挥击真的是不够强，好可惜啊！这种这是特殊武器的样子，反主流。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大炮哦。这个。大炮是干嘛？这个也太难用了吧！这伤害要是很低，我马上离开。然后先挥击，然后他这个能力是他背后会有那个这个一个。乌鸦，每个 DN 也会有，就是大家都会。我觉得好难用啊，因为它的前置太麻烦了。
下，我试试看好了，因为我要先看，怎么这次那么幸运？但是我原本想说我要放弃了，结果直接命中注定要我来打王，因为他真的有点难。他不是压住就马上发射、欸，他是先挥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天哪，这个伤害已经够难用的，伤害这么低。啊，算了，就练那个刀好了，就是。我的 F 是什么？啊，我知道这是什么了，好像是，等一下再试一次就知道了。这个我的能力是可以指定飞的那个效果。那个移动是还蛮有用的。哎呦，它可以无刺哦，还有这种设计，还蛮不错用的，还无敌，自带无敌强。这一招闪招不错，真的不错，真心不骗。到进第二出洞，太近了，有没有想按的？还被打、啊，太快了！好，稳住。吓死我了！这样重，竟然飞到一半了，闹！
我知道了，用暗空白键去移掉那个框框。是死还是哦？差一点吓死我了！我在纠结是我死还是他死，因为他刚好那个跑出来，我自己也吓到了。吓死！结果没想到用这一只过了，那个攻击真的有够不方便的。哇，那下一个要去哪里啊？这个是三吗？对，是这吗？这个应该是五吧。是这边没错，可是这个我还没想通要怎么解，因为我还想不出来，就是。然后看提示嘛，出月嘛，消失的解开提示，修复阳光后返回路口，太阳灯。他如果要是靠近的话，会跟你讲说那个提示在哪里。但是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想一下啊。哎呀，我忘记到了，等一下，他应该是要冲刺吗？哇，哦，再一次，好不容易冲上了。然后有两副 BOSS 手在那边，一发就被我打死，啊，至少我过了，至少曾经有过。然后，这边继续往上点，任务需要减少那个决心，中世纪伪造。可以再重选，在王国中找到圣物和骨，应该是重复获得吧。蓝图标号钱包没搞，出发。其实如果要是没有练，大概刚那边其实几乎都要零失误，因为我是靠着有那个点上啊优势。有点像是能力压制，能力数值的压制吧。不过有太麻烦了吧，每次都要这样。没有所谓的那个哦，这种东西果然是我想说的，应该是好多满满的恶意啊。哦，好多宝箱怪我都被骗了，这应该也是宝箱怪啊。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这边到底要怎么打，所以只能用身体去当那个记忆了。六十几，哇，这个落差有点大啊！啊，没有，应该是说他的那个成长是二十几。
要讲的是这个成长蛮快的。哦，打看看，有什么？哇，都宝箱怪了。完全没伤害，那慢错。刚好防护罩没，哎，我有罩就不用怕了，下去吧你。一屁露欠。领取奖励了，简单的开始。他说你已经提高了伤疤挑战的最大浪分啊，伤疤慢慢吸回啊，虽然血掉很多。但是，后面他要先打，一次吸两滴，一直被这个宝箱怪骗，太好骗了，这是什么鬼啊？他是说猜猜看哪一个门才是真的吗？刚好可以补血。就是他那个是要打到对的那一本。我看看以诺的笔记啊，无字天书。你怎么都没跟我讲啊？还有一本关于黑根的传递性质及未来的应用。在你忽略文件中的文字，只看到图片时，发现一个折角的页面。我们推测黑根起源来自于冥河水域，但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来源，因为似乎没有追踪树根，只会导向被称为不可能的结。尝试解开这个结会导致树根缩回，然后消失，仿佛不存在。用言语来形容，但要理解更难。有趣的是，无论我们砍了多少黑根，总是会再长回来。但只有在没人砍观察的情况下，树根有知觉吗？还是观察者的存在会改变树根的性质？不懂，这是一样的吧？有了，我们发现黑根的传递性质可以用一件物体连到一个钉。经过长时间的实验，成功将高学士默默与罗头是不是双胞胎的灵魂连接到我的书斋上，他们即是生命。生命力现在可以确保门不会被打开，即使技术最高超的锁匠也无法破门而入。给自己注记，不要再叫安萨纳西亚和佐伊波头了，毕竟他们还是家人。他说这一项发现可能应用的可以将姐妹连到金门上，就不需要士兵站岗。
或者我可以将灵魂连接到藏宝箱，就完美的助手了。甚至还可以把灵魂连接到茄子上，然后四处走动。嗯，我想我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门锁，先驱之锁。虽然明知道不可取，我们在研究小组中增加了哲学与自由思想家。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帮我扩展这个世界的方式。不过不要告诉他们。在他们提出所有想法中，最让我感到兴趣的是他们的联合灵魂。联合灵魂哦，整体来说，他们放弃我们都是个体灵魂的假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但在形而上的层面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个理论的影响很深远。如果我们都是互相关联的，那我们真的得将灵魂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外一个容器吗？我们不能将一个灵魂连接到多个个体吗？如果我们都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伤害他人会伤害自己吗？应该是看这样按照顺序看吧。所以我最初看不懂的，最初那个真的是看不懂。然后还有一个门。这个吧，先选。这个好像有选过。魔法伤害，这个不知道怎么消除。中间那个感觉是，是过不去啊。问号。这个感觉很重要，但是无法解析的东西。你先四处走走好了，反正目前还要再踹。又是这，要过去有点难，直接硬冲好了。哦，黄区哎，可是他说我竟然把笔忘记了，没有笔记就无法研究，没有 pass。阿拉斯的传家宝就无法穿过虚空之门，守卫应该不会不会帮我拿笔记。或许我应该试着自己去逃阿拉斯哦，他在睡眠某处，他的虚空之力非常好用，所以我要先想办法，就是要去完成试炼，跟之前一样。这个锤是可以打的吗？应该是不行，而且好痛啊。嗯，这个可以下去。我等一下先寻找试炼。我错了。然后下去。哦，等等，反正啊，哇滴嘞，哇塞，哎呦，好像找到了，这个应该是，这是试炼吗？是。我去了，呜呼！不是啊，不用，天真，好像不是这个，要被宝箱怪骗了。这关有点不知道干嘛，等下先捡到找那个虚空吧，我的命可能。要先想办法先找到。
切都会留下颜色，跟刚刚一样。然后钱都不够，衣服点不了，关，可是因为那个花太凶，就不理他了。嗯，他也在点点点的，闲聊吧。闲聊，应该是不管怎样，那个图书馆的门里面那个应该是要进去吧，所以现在先想办法找到那个试炼的场所，应该是吧，我猜。只是他这个真的蛮麻烦的，我怎么跳上来了？先寻找试炼之所。我这是喷。那伤害还蛮不错的。看。哎呦，哀家啊！哎呦。先往上走，一回。哎，这边上不去，要从这边。呜，这什么啊？呜，有点臭臭的。血，被打中。捕食剂。方尖碑，一切都是天意啊！就这个，一切都是天意。有经验暴击，20%的几率成为超级暴击，有超级暴击，这很厉害哦！这叠这么高，一定有解谜，但是我看不出所以然。他可能意思是叫我把它打烂吧。是欸，等一下，是欸，这里是跟刚一样是那个被挡起来的吗？欸，哎呦，这是 boss 吗？这看起来不像是啊，应该是啊，我懂了，那要把这个小怪，等一下先把他们打死，等才会改。还有这样硬 A 的，硬打，大概知道要干嘛了啦。应该是他有几个，这个应该是要先打。他那个好像是用法的，突然想起来，欸，为什么这边会有过点？欸，这里是，欸，对，他有两个路口，没错，他确实有两个路口，可是传送点这个地方，特洛托纺锤。
法术与武器。哦，这个暴击增加不错啊，10%。我记得他是不是天生就，因为他这次那个敲，哎呦，敲地板那一只本身就是暴击。那只闪亮亮，算了，不会再被现那个宝箱所骗。结果还是宝箱。他，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代的时候，那个宝箱越后面越划算。他这个宝箱啊 ，GP 值也够烂，就是很烂。就是没有那种难度给予的加权，我觉得第三关比较好，因为我到现在还是觉得第三关是应该说雪地那个场景啊，他好像他加权是加在那个老怪身上，可是这边的恶意。感觉比那个雪莉还更强大，是那个地气。不好拿，应该这样说。欸，又冲到了，不过血已经剩一半。再多练几次，应该哇，半血打可以的。硬 A 成功，直接过了。虚空送战败。啊，小王一只。不是吧？原来这只是上八挑战哦。欸，哦，原来他那个书本那边讲的灵魂锁上，原来是指这个，所以代表还有一只。你马上就死了。没关系，我已经打到目的地了。硬 A 流，不用任何技术的战斗，超级书呆子，物品都会飞起来。法师。哦，因为我是直接硬冲的，所以通常都中不了多少钱。就是你真的要赚钱，就是要认真的，每个宝箱、每个战斗都要很仔细。哦，刚刚他那个感觉像是还有一只嘛，左边打完的话应该是右边，可是我那时候去右边没有看到，想一想。右左边，左边刚刚去，左边打，右边去过，然后往上走看看。嗯，哦，它是这样子，四格移动。哇，太多了！就我这次会拿宝箱，算了，太亏了。想说怎么那么多？哎，死路哦，那
去右边看看啊。右边。目前这个火转圈圈呢，就觉得对我的实用性来讲，很微妙，还是过不去啊。金叹号。金叹号。看一下我的任务里面，对，他这边应该是那个什么书院嘛，他这边有说击败守护者，这个我现在找不到答案，那就是再往左边移动。有动有中书院，但是我竟然把笔忘了，没有笔记就无法完成研究，没有他的传教穿越时候，这个刚看过哇，整个路都走过，所以应该剩左侧。呜，这样，这个是我来的点。哟，左边的话应该是就会回到一开始那个地方吧。哦，漂亮！最喜欢遇到这个了，就大补完。右边，是拿那个宝箱。哦，还是中。哎、欸，等一下哦，书院，这是同一个吗？漂亮，越战越强，的血要补满。你的武器会施加连击，武器就好了。反正我因为这个决心呢、啊，有稍微练高一点。所以我的扣打比较大一点，就觉得是陷阱，但是进去就跑不了，因为它上面有那种满满的恶意。哦，这个也是恶意满点。哎、欸，这什么爆炸性的两那个他受伤我也受伤的概念。哦，这是他的新招啊，前藤，前藤，命运骰子，哦，这是立刻击杀下一个，好，暴击死亡啊，我的血被扣了。左边金叹号还有上面，那我去看看。左边吗？哟，哎、欸，忘记这边有那个。命不久矣。左边没有方向，所以我现在正在找那个位置。生命，好、哦，他不要了，治疗。我现在有点真的没方向，因为我找不到到底要去哪里。一直在寻找路口。
右边，因为我之前找地图是用它的概念去想，比如说今天往区域好了，就是最后一张地图有，然后这一次是这一次反而是那个往区找到了，就是找不到解锁。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这种事哦！他那个能力是，他转圈圈可以指定他的方向。你很是，竟然还有这种事。中了，欸，不对，我反而是找到门的。他现在说通往是关闭的，所以不是这。这有个门。哦，看起来那个法术那边是解谜的关键吧？也许是因为我那边没有解开。先把能去的地方都去看看。又回到这了。这边的好处是这边有个中继点。欸，难不成是那个书好像多一个了？任务箱，唯一由人类创造传家宝箱子与任何签署契约的使用者身体相连，在他们死后，他们尸体会与拥有的所有物品都被传到圣物箱。在那之后，圣物箱只能由下一个签有契约的灵魂开启，作为回报，他们将会继承之前持有人所有的财产。那有人说送来的不只是实验的物品，有人传言说前任的灵魂与记忆也会传给新任的主人，这难证明，因为与圣物箱相连的日系一直对其作用守口如瓶。这个是原本没有的书了，就是他的笔记这边多了一个，还是我之前没读到的。应该是干掉那个 BOSS 之后吧。光荣的死去药，科尔斯之壳，一败六个哦，是无敌。不知道要怎么解呢？对，继续找到那个什么虚空之力吧。欸，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也还没解锁。是记忆，欸，这个没来过。哦，这什么在地面暗一冲刺朝方向冲刺，这什么鬼？原来如此。有了，找到了虚空之力玩家宝沉默者。他那个是站在上面的时候，他就会让强制会有一个砖块给你摆着，然后如果是冲刺以身为虚空冲刺，然后如果你是平那个水平线移动的话就水平线移动的话就它就不会有效果，按住可以延长，这能力也太方便了吧！
按错。真的是按错。看来这个应该是没有战斗吧。虚空之轰刺可以穿过虚空物品投射物。哦，他自放，因为有些人是紫色，来自己测好了。呜，这是啥鬼？这样教学关，代表我要变强的。又变强了。他说放开可提前停止延伸。知道。他那个 R 的判断其实不要看他好像很大，其实他判断也是有点小，就是如果在那个没刚按的话，其实很容易就 miss 掉。好，这边是要我在研究到底是怎么走比较好。差点没过去。有了，总算。什么？哦，你好，抱歉，我在打盹。好，你是为了虚空之野而来吗？是吗？好，让我告诉你，这并不容易。哦，你已经知道了，好吧。冲刺。对啊，因为他那时候技术关卡。欸，他这个，那这个要怎么过啊？想一下，来的容易哦，要走这个嘛。所以他这样就可以过去了吧？当那个初级的那个，已经获得力量了。这三回。灰尘，一本一本倒，认真。而且他有大小本，就是他有大小本。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一把火？如果不是，我就把它烧掉了，比较快一点。放一把火把它们烧了，快很准。有了颜料之奇不同干燥速度的解析，以颜料的独特表面与室温下的应用为基础，插之一卷。这个标题应该让大多数窥探者望之却步。这些是以诺埃斯爵的个人日记。如果你不是我，那你的行为将视为死罪。如果你是我，那请继续阅读。自从我们第一次被派到这里看照花园以来，已经经过一千年了，但是我还没有结果。您的回归仪式，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聚在一起，开启花园的大门，希望能找到花苞，但每次都失望而归。根据历史的文献，这棵树在几千年时，在几十年前就应该结出果实，但仍然什么都没有。我很怀疑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但是以拿爱斯爵对我这样不抱希望不以为然。他的效忠是个错误，他愿意为他的国王做任何事，即使那代表我们将永远的受到诅咒。除非我能向他证明我永远不会长出果实，否则
否则我们还会被困一千年。一千年，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但是我全看了。走，是所以看了之后的那个就可以看吗？不行啊，那这不理他了。我还有一个地方要解锁，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需要冲刺，但我这一关还没遇到。那我可以这样冲刺就方便多了。轻松又方便，顺便补个血。哦，这个不就是陷阱啊？然后通常这种进来，然后一犹豫就败北了，因为你会被那个打到打眼。下面的样子。这个真是上来容易下去难，这是标准的。有一个真爽，爽吃。哎，啊，对，就这个，就是这个 boss 战，先看。不要是双胞胎吧？就是这种感染，我以前见过。去档案室的东西没收，把所有东西收集，把所有能收集的东西都拿走，并开始在总上设置障碍。不管门楼的尸体是被什么感染，都已经来到这里了。把消息散播出去，让守卫保持警惕。这里的血是没救了，好，没救了。很深，下面还有宝箱，那我不想，这可以拿吧？嗯，它的解法应该是这样，就是，呜，所以这一关没有 boss 吗？后面以为有，所以它这有点像是技术关卡哦。哦，这什么鬼？哦，哎呦，根本就是硬 A 过去的、啊。哇，哎，可以，跟着盾牌前进，没有法力了。啊！哇！完蛋了，击退！不，不，不，呜，不，这是什么鬼？哦，原来如此。不，哎，等一下，这该不会是用冲才好吧？过了过了，等一下应该解锁了吧？我又只剩34滴。难道还要再走回去吗？哎，打完了。芝麻开门。不过这个血量要打他哦，大概去送死吧。好，因为我有先找到王座，所以可以进去补一点血。然后又要开始那个练招了，要看怎么打他。帽子，一堆树。
蛮像区的啊，算了，是区区，我去的，我说的区是那个右白出的区的那个，一开始我感觉，嗯，那应该是郊区没错吧？我靠，这是什么鬼？这一招是什么？哦，他会，哦，他要我在时限内冲出去，不是什么鬼？哦，这个虚空冲刺还蛮有用的，大概第二阶段。欸，啊，没有踩到啊，冲好塞。我大概抓到使用那个冲刺的技巧，但是打他可能还要再练个几次吧。契约将身体和灵魂绑在一起，腐肉没有食物，将归入圣物箱。因为他还有职业的专精嘛，他还有装备，然后再加技能能力，所以没有玩到最后真的不知道，或许已经有人。啊，那个解锁出来了。可以玩很久啦，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但缺点就是，就是，如果适合玩这种类型，也 OK 的话是还好。但如果你本质觉得光打一轮就已经很累的话，基本上应该就比较不适合玩，就是不适合入手。那用看的都觉得很累哦，是，但是大部分看的都有兴趣，所以这也是很尴尬。是这个，啊，这个还好，因为它不是那个，来了，反正手感好像有点生疏了。哎呦！啊，完了！啊，困在这个角落。啊，刚好冲刺用完了。我在认真，真的不太会说话，因为只要说话就会分心。
才是什么？这怎么打、啊？原来这才是真 boss 啊！啊，对他有说他跟他聚在一起，哇，那这样子那个要怎么打？我想想，哦，怀旧，肌肉无力，敌人被击中不会退缩。看看这个有没有可能？那连这个这画面很怀旧，所以连那个声效，他这个声音的声效都是走这个风格。跳起来，很可能。不得不说啊，因为都是这种画面，这个其实也蛮影响那个视觉的，那都太花了，其实蛮。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么奇怪？因为我一开始就走错路了。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说这里太扯了。但他这个音效有点太大声，就是对，真的蛮大的。看看呢、啊，本来没什么好选的。这是那个暴击伤害。这色调让那个透明的那个看起来好保护色。那我知道了，这可以打的也蛮厉害。我想说把那个按打回去。
哇塞！真的打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怎么办呢？血还蛮少的。那个是什么？不，啊不行，这个有点难打回去啊。还手。可以打了，哦，跟他同一个方向。哦，又被炸到，笑死！哎，好啦，这个，因为我觉得还是练一下再打好。虽然可以一直硬欸，但我觉得再练一下，让他可以比较好过。这个今天就先玩到这，但是没有，因为我大概也有准备这个状况，我要玩另外一款，大概一个小游戏打发一下时间这样，换一下。